你们就是最近挺火的那个发现灵异世界栏目？是的，这是我们的证件。你就是浑身是胆先生吧？你们随便坐，我这几天没睡好，形象不好。能麻烦你们在拍摄的时候帮我加个滤镜吗？还是第一次接受采访，哎，能不能让我看看形象怎么样？先生，我们的视频做完后期都会给你确认的。要不还是先进入主题。也行吧，你们想问什么？其实也没什么契机，就是一个粉丝推荐的。对啊，你们可能不清楚，我们这种做猎奇视频的，经常会遇到素材不足的情况。这时候，我就会向粉丝征集建议，筛选之后再确定下一期的主题。我觉得他不是，他是在三个月前才关注我的。网名是一串随机的数字，头像也没上传。平时既不评论，也不发弹幕，倒是会一键三连，习惯特别好。那当然，这年头这种情绪稳定，讲话中肯，习惯良好的粉丝多难得，你知道吗？当时我在视频末尾征集素材，他就给我发了私信。我查了一下，觉得没准会成为爆款，就采纳了。那后来你和这位粉丝还有联系吗？没有，说来有点奇怪，自从那个视频发出之后，
这个粉丝就再也没有上过线。唉，可能是去给别的博主一键三连了吧。是那个关于四方七楼的恐怖传说啊。据说在半个世纪以前，四方七楼本来是一个孤儿院，但那只是他的伪装。其实那家孤儿院是专门贩卖器官的地下组织，他们根据订单的需要，把那些可怜的孩子用迷药迷晕，然后送上手术台，开膛破肚，然后这些孩子的尸体就被埋在院子里的那棵槐花树下，当作养分。也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四方七楼每当有风经过的时候，就会发出宛如孩子的呜咽声。后来孤儿院就被取缔了，剩下的孤儿都被救了出来，可是死去的鬼魂却没法安宁，他们被永远地困在了四方七楼，向每一个去那里的人索命。我记得十几年前，四方七楼还有人居住。是啊，但你们知道他后来为什么废弃吗？因为十年前，居住在那里的人都死了，尸体被吊在槐花树上，直到太阳升起才缓缓落下，而当时的槐花就跟吸了人的精血一样，开得异常耀眼。可如果十年前真的出了凶案，警方不可能没有记录。那我就不知道了，反正网上是这么流传的。是不是觉得很刺激？听说后来也有不少人去探灵，只是由于那边的怨气太重，凡是进去过的人都会遭遇意外事故。说实话，那地段其实不错，周围都是居民楼，只要翻修一下应该就可以租出去。但因为发生了那些事情，原本想要投资的老板都放弃了，久而久之那里就荒废了。这个呀，我想一想，那天晚上11点，我开车到了现场，先是在门口烧了一张从大师那里求来的保命符纸，然后我就进去了。我记得里边还挺阴森的，
院子里有一棵很大的槐花树，可惜已经枯死了。再往里走，大部分房间都是空的，没什么看点，就是有一个房间挺大的。对，那个房间挺邪门的，其他房间都是关着的，只有那间半开着，不就摆明让我去吗？进去之后，跟其他纯粹的废弃屋子也有点区别。不好说，就是一种直觉，让人不太舒服。你在昏迷之前最后看到的东西是什么？昏迷之前，我看到了墙上有一棵巨大的槐花树，没有叶子，只有花。我刚要走近仔细看的时候，就莫名其妙地昏过去了。后面的事情我就不记得了，只知道第二天醒来的时候，我就躺在院子里的那棵槐花树下。要不是我手机中保存的视频，我还以为自己做了个梦呢。你的意思是说，有人把昏迷的你搬到了槐花树下？这我不确定啊。因为我检查过，那条路上就只有我一个人的脚印，而且当时我身上还撒着符纸的灰烬。我觉得我很可能是在四方七楼里遇到那些冤死的孤儿了，他们也把我当成闯入者。既然传说中的冤魂会要人性命，那他们怎么偏偏放过了你？还记得我在门口烧的保命符纸吗？应该就是大师的符纸救了我一命。下次得再问他买几张。哎，你们要不要也买几张？有事保命，没事安心嘛。当然检查了，我还自费做了一个全身的详细体检，毕竟身体是我成为顶级博主的本钱。可医生说我除了有点睡眠不足以外，也没什么别的毛病。但是，虽然我身体上没什么问题，可自从回来之后，我就老做噩梦。什么噩梦？梦到一个脸色苍白的小女孩，抱着一个娃娃在哭。但我每次要靠近她安慰她的时候，她就会笑着消失，我就在她的笑声中醒过来。你们说会不会是当时对我手下留情的冤魂？我还是回头找大师帮他超度一下吧，应该就能放过我了吧。
他是什么时候去的？那就是第四个了。对啊，你们不就是冲这件事来采访我的？能麻烦你详细说一下那三个人失踪的事吗？行啊，反正我也说过很多遍了。事情发生在我发布视频后一个月内，前后有三个人神秘失踪。警察调查过他们的浏览记录，发现都看过我的视频，一开始还怀疑跟我有关。可我根本不认识他们，而且他们只是看过我的视频，根本不是我的粉丝。啊，这就走了？行吧，我正好也有点困，就不挽留了。哎，话说你们的视频什么时候播出啊？记得提前发我链接，我放到主页上去，没准可以吸引不少粉丝。还有后期帮我修得帅一点，这对我和我的潜在粉丝很重要。虽然浑身是胆说的内容大多比较猎奇，但还是有一些有用的线索。可能没有这么简单。我刚刚查了一下他在网上的痕迹，但已经被处理干净了。还有其他三个失踪者，根据浑身是胆的说法，他们并不是他的粉丝。而且钟思奎也说，鱼骨看到的视频是他推送的。也就是说，他们只是偶然间看到了视频，然后都失踪了。关于这点，我们可以找严队求证一下。其实刚刚在你采访浑身是胆的时候，我简单调查了一下，并没有找到相关的信息。至少没有在明面上发生。在群里回一下。
我给左然打个电话催一催。不用了。既然人都到齐了，那我们就开始吧。从一个月前开始，未明市发生了一起连环失踪案。既然是一个月前发生的案子，为什么到现在才置顶？因为在今天之前，他还不是连环失踪案。别急，还有补充。这三个人在十年前都是一个名为海马会的传销组织的受害者。警方正是查到了这一点，才会将这三起分散的失踪案做并案处理，正式命名为海马会受害者失踪案。没错，这段时间我一直通过黑市的信息网调查余良家的事情，部分内容正好跟现在的失踪案重叠。关于海马会，有更详细的资料吗？有。不明的意思就是官方层面并未记录，但你在黑市上却有发现。根据我查到的信息，海马会的解散既不是因为组织者良心发现，也不是被警方取缔。而是因为海马会的高层在十年前集体自杀了。不仅如此，海马会那些年非法获得的巨额捐赠款也都不翼而飞，至今下落不明。集体自杀，死因呢？查不到。我只听说这起案子查到一半就被国安接手了，当时负责的警察和法医也被找了各种理由调离。
现在留在警局的残缺卷宗之前也全部处于封禁状态，直到出现了这三起失踪案才解禁。这么隐秘的消息你是怎么查到的？当然靠的是超能力，你信吗？我就不该问。这是什么？现在既然已经出现了三名受害者，难保不出现第四个，我就先准备了，以备不时之需。说来也有趣，你们知道最先确定这三个失踪者有关联的证据是什么吗？陆景和，有话直说，不要用问句浪费大家时间。一点都不懂得什么叫调节气氛。警方查到他们三个在失踪前都看过一个在海马会原址拍摄的灵异视频，这才深入调查，之后发现他们有共同的身份。看来鱼骨就是第四个失踪者。大致的情况就是这样，老规矩，先来分一下工。既然夏燕已经接了寻找鱼骨的委托，这件事不如就交给你们主导。我没问题。那其他人呢？抱歉，我明天一早就要离开未明市，恐怕只能提供远程支持。跟案子没关系，我只是去处理一些私事。如果没什么其他事，我就先走了。有需要给我打电话。很不凑巧，这段时间学校给我安排了很多公益活动，行程也排得很满。
可能没办法提供直接的帮助。哦，这么说来能提供场外援助的只有我了。你们怎么突然这么忙？不会是瞒着我们在做什么吧？我想起来还有一些课件没有准备好，今天就先走了。哼，这两个人走那么匆忙，总觉得有猫腻啊。之前我在调查的时候发现了一件不太寻常的事，但不一定跟失踪案有关。大概是在一个月前，黑市上出现了一个财大气粗、喜欢付现金的金主。虽然有钱，但一点规矩都不懂，拿着现钱就想在黑市买爆炸物，可惜没人理他。是啊，没准在重金的诱惑下有人会卖给他。不过这个金主很神秘，目前很难追踪，但我会一直盯着。正好现在视频中的四方气楼作为重要地点被警方控制了，我之后要先去跟严威沟通，就直接同步给他吧。等到可以进去调查的时候，我再通知你们。时间有点赶，我们也快出发吧。槐花福利院，鱼骨在那里生活了四年，应该会留下一些蛛丝马迹。